给太太问安。太太问安。梅丫头出嫁是眼下的头等大事，大家要尽好各自的本分。是，太太。姑妈，酒席饭菜要及早准备。是，太叔。李丫头，你挑两个手脚麻利的小丫鬟到内院听差。是，太叔。各归各位，勤勉用功。梅丫头啊，这只玉镯是齐奶奶留给我的，连我娘我姥姥也没戴过。梅丫头啊，来。太太，这是您传给小姐的东西。你七岁就进了百德堂了，我和你情同母女。我知道您舍不得我走，我也舍不得离开您呀。太太，我不嫁了。我离不开你啊，白德堂也舍不得你们走。可是你这婚必须要结，等你圆房圆满，就把你和姑爷接回来。姑爷可以帮着太叔做事，你呢，还是把内院的事情给我撑起来。太太，我从小没受过爹妈的疼爱，是您把我养大的。我的梅丫头，娘。阿南，阿南，迎车。去去。你坐着翠峰山下什么？飞鸟失机落笼中，纵然会飞不能腾。苏小姐，你跟老婆说，老婆你没来。我的妹呀！来得上老婆你没？吵什么吵什么？啊，吵什么？哎呀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太叔，你给老子把楚学云叫出来，老子跟他没完。原来你不是腿断了，没大烟抽了。给你块大洋。十块大洋。你爷爷要是知道你抽大烟，他真把你腿给打断。接好就说，快起来。哎，诸位诸位啊，散了散了，没什么事情，我们家小姐和三来闹着玩的。没事没事，都请回吧。啊，谢了太叔。快走。吴妈，那个人就是太叔吧？对，就是。太叔，开门。你要干什么啊？老实待着。小姐，太太请你过去。把门打开。小姐，不要惹太太生气，太叔求你了。那你最好也不要惹我生气。少，去把门开开。太叔，三赖太欺负人了，小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。谁让你赔三赖钱的？我要去找那爷爷讲理。云儿，不许任性。你们都跪下，请小姐回屋。不要，都跪下。请小姐回屋。我说我的话当耳旁风啊！啊，赶紧回去补柴火皮子去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，你们都干活去。老爷，何不待在上海过神仙的日子？神仙日子，
凡人都说神仙好啊，可不知神仙也有神仙的烦恼。是啊，我在上海经营着偌大的私厂，住洋房，坐汽车，可实际呢，私厂是楚年起的，百德堂是楚年起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楚年起的。我不过是百德堂的一名长工，一个签了一辈子卖身契的长工。外面有个人找您，太叔，就是他，找我了，这就是太叔。关系密切的人，不会是谁呢？太太到。三天后我就回来，哎，娘等着你。放下来吧，解开了不吉利。良辰已到，新娘上轿。起轿。都走了，太太，您别难过，三天之后啊，您就又能见到梅姐姐了。一晃啊，你们都成了大姑娘。哎，我真是把你们当女儿一样的养啊。太太，我不嫁人，我要伺候小姐太太一辈子。回头我跟菩萨发誓，菩萨可不管你嫁不嫁人。再说了，嫁不嫁人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得听太太的安排。太太还是丽的嘴片薄，她说的话呀让您受听，您把她嫁出去吧，她就等着您发话呢。咱俩还不知道谁急得像猫爪挠心呢，恨不得早早离开百德堂去投奔她的娃娃亲婆家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我跟玉儿说几句话。去。是。娘，干脆您去前院陪大伙喝喜酒去吧。我都喝了两盅了，我就是嫌乱啊，我才躲到这儿来的，那有太叔照应就行了。让你接管百德堂，不是娘说风就是雨呀、啊、
这是老辈人传下的规矩。你长了家，娘就可以好好歇歇了。那让爹爹掌家吧。百德堂的规约不允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掌家呀？我把梅丫头啊认下干女儿了，对她我放心，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都让她去做，你只要摆出女主人的样子就行了。那你接着做女主人的样子不就行了吗？你这孩子，我说你一句你顶我一句。老爷，你说我们匆匆忙忙的离开江州，眼看到家了，怎么又住下了？他不应该这么固执，我可不想把事情办清楚。要我说就得下狠手，不信他不松口。这步棋将死，还有别的招？现在还不是在百德堂露面的时候。触景生情啊，生情能生出喜悦之情、怀念之情、爱恋之情，也能生出厌恶之情、仇恨之情。镇天龙的手下绑走了梅丫头，他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？太太，三叔，快说怎么回事儿？我们一到宝珠岭，土匪突然就从树林里钻出来了。就这些啊，就这些。那为首的土匪长什么样？多大岁数？当时特别乱，我们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带头的。喜子、阿山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好在老爷马上就回来了，老爷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老爷常年待在上海，他回来会有什么好办法呀？可不管怎么说，有老爷在，太太就有主心骨了。百德堂的主心骨是太太。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烦不烦呢？为什么会是镇天龙干的呢？他不应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的。我看不像是叶少爷干的，他要赌气报复您，也不会等到今天呢。是不是哪个山头的小毛贼打着他的旗号敲诈咱们呢？我也在琢磨，按理说翠峰山是叶少爷的地盘，那小毛贼怎么敢让咱们上山赎人呢？也许他一时不在山上，小毛贼就钻了这个空子呗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娘，娘，没的事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事情出得太突然了，容娘想想吧。大家都等着你拿主意呢，多耽搁一刻，没的性命就会多一分危险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接下来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呢。你给我好好在屋里待着，不要再出去惹事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娘求你了还不行啊？你求我有什么用啊？赶快想办法救梅呀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回屋给我待着去。
喜子，梅姐姐不会被土匪杀死吧？你想啊，落到震天龙手里，那还能有好啊？你们吃干饭的呀？平日里边让我喝掉的吓唬猫狗的本事不是挺大的吗？当时十几个土匪呢，还没等我们醒过闷来，那枪就已经顶脑袋上了。走的时候带的有话，大喜的日子不让带枪，那我知道能碰上土匪啊。这震天龙一准是早就盯上梅姐姐了，梅姐姐长那么漂亮，要真像喜子说的这样，那梅姐姐真的是凶多吉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咒梅姐姐回不来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是替梅姐姐担心呢。我看你巴不得梅姐姐回不来。少，你没有那个意思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我找田处长有点事情。啊，谢谢，谢谢了。这是一起典型的绑架案呐、啊！震天龙让百德堂拿20,000元赎人，狮子大开口呀！这帮土匪真是太猖獗了。田处长，您得帮我家太太救回梅丫头啊！维护地方治安，我们责无旁贷。更何况一直以来百德堂对我们警署都格外关照。哇，咱们不是外人啊。这是我家太太给长官的茶水钱啊，好吧，尽快救人呢。哎呀，还是太太体谅我们的辛苦啊，多谢多谢。不客气。剿匪一定要剿匪，剿匪是从长计议的大事啊。这帖子上说我家太太必须亲自上山赎回梅丫头。对呀、啊、田处长，时间紧迫呀，太太万万不能上山哦，还望您出面和土匪调停。这怎么行啊，我一个堂堂警察署长怎么能跑去和土匪谈判呢？太叔，我这就去向上峰禀报，请兵剿匪。田署长，这事可不能等啊，等您请来兵，土匪早就撕票了。为民解忧是我的职责，我的职责啊。太太回来了啊，我看田署长我们是指望不上了。20,000块钱我还是拿得起的，梅丫头值这个价儿，只要是能把梅丫头赎回来就行。慢走，我是百德堂的阿泰，前来拜见各位老大。让你家太太上山赎人，你个糟老头子跑来干什么？我家太太身体不太方便，再说20,000银元一直筹措不齐呀、啊。你少啰嗦，认识这镯子吧？回去告诉你家太太凑足了赎金，缺一样后天晌午一到就撕票。老大求求你，一定让我见一下震天龙。回去让你家太太来。回去。天一亮我就上山，中午前就赶到翠峰山了。太太，您不能去。没有什么不能去的，我的身子骨盯得住。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呀。按常理说，土匪绑票是为了钱呢，可他们为什么非要逼您上山？这是设着套呢。对，是套，兴许是震天龙想见我呢。叶少爷想见您，绝不会搞这么大的动静，这不合常理呀、啊！太太，你万万不能上山呐、啊！太叔啊，你就别拦着我了。您要去翠峰山送命，我不能不拦。我对百德堂的祖宗发过誓，只要我在，就得保您平平安安的。
那丫头和我情同母女，我不能眼看着她没命啊。兴许甄天龙就是想见我，当年的事情让他心里有恨。我不管是不是圈套，我上了山才能搞清楚啊。如果真是他干的，我能劝他放了梅丫头，我一定能。不行，您不能去。我不去，梅丫头就没命了。你去备20000元那银票，天一亮我就上山。您静下心来，好好琢磨琢磨。太叔，你起来。那你说，那会是谁收的头？一是逼您上山，杀了您；二是他们想让您做出什么事情，好抓住把柄，为他们所用。你要三思而行啊！说一句最扎心窝子的话吧，拜德堂可以没有梅丫头，但是不能没有您呐。老爷，厉丫头，老爷你回来了。我好好看看。嗯，你肚子疼的病还总犯吧？啊，阿南，老爷，厉丫头活得好苦啊，天天想着老爷，想得心疼。哟，那不成了病西施了吗？不过老爷回来了，李丫头的病就全好了。你看，这是用咱们林西斯织成的帕子，卖给法国人的，我特意留了几条，这条送给你。我把它做成布兜，天天带着。戴上以后啊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江州城啊，来了个戏班子。哎呦，那挂头牌的戏子叫十里香的。哎呦，瞧人家那小脸蛋弄的。哎呦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一掐一窝水，一掐一窝水啊！哎呦，这念琪呀，也太张扬了。一个丫鬟成亲还讲这么大排场，这不是明摆着招土匪吗？是啊，刚才那个厉丫头那个小蹄子竟敢拦着我们。百德堂财大气粗，可他终归姓楚吧。今天念琪要是不狠狠地惩治这个厉丫头，那我这老脸还往哪搁呀？老爷们，厉丫头也是为梅丫头的事着急呀。小丫头说话没轻没重，你们大人海量。徐丫头啊，我的脸色是不是很难看呢？啊，没有啊，我觉得太太跟平时一样好看。一会儿再给我吐点脂粉，我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生病的样子。再着急也得有个礼数吧，看你们这一个个
丫鬟挡架，念其不露面，你一个下人指引着我们。走，各位老爷，哎呀，走着。各位叔公，我失礼了，让你们久等。昨天晚上啊，我睡迟了，刚起来。来，坐，坐呀。各位老爷，二叔公，您请坐。丽，老爷是不是回来了？怎么去就没姐姐？老爷有没有主意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梅姐姐被土匪绑走了，是不是特随你的意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梅姐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比你还着急。你也着急啊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她换了身新衣服，脸上也擦粉了吧？我刚才那身衣服脏了。衣服脏了，你脸上擦什么粉呀？我是擦了一点粉。老爷回来了，我去问问老爷晚上吃什么。哦，擦粉是给老爷看的呀。老爷大老远的回来，我总不能一脸丧气样子去给他添堵吧。念琪感谢各位叔公对百德堂的关照，我也正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呢。这场匪患虽说是降到百德堂的头上，可对我们整个楚氏家族都是凶兆啊。梅丫头是你的贴身丫鬟，你要不去赎她，外人会为你这个主子心寒的。梅丫头长得多水灵啊，啊，那小脸蛋也是一掐一窝水，一掐一窝水啊。四爷，咱们是来谈正事儿的，现在念琪没了主意，我们得帮她拿定办法。爹爹，爹爹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韵儿真是越大越好看了，出水芙蓉似的，漂亮的爹爹都睁不开眼睛了。爹爹，你知道吗？没让土匪给抢走了，大家都快急死了，娘一时想不出法子来。我听下人说了，哎，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呢？百德堂的规约第八款写得清楚，遇大难，主人无力应承，族人可以协助共商应对之计。燕琪，我没说错吧？您说对了一半，百德堂是遇到了灾祸，可我不是没有主意，我也有能力应承。二叔公，你们今天来是要接管百德堂的吗？你看这个事儿。哟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刚进门。各位叔公你们好。天恒啊，家里出事儿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刚刚听说。我想这件事。你坐下吧，听我们说话。啊，三叔公，你们有什么话要说？土匪不是让你上山赎人吗？你得去呀。事到如今，你要是不去，我楚氏宗族这上千口子的性命可就岌岌可危呀。二叔公的话说大了吧，土匪绑票的事情年年都有，怎么这次就和楚氏宗族上千口子性命连在一起了呢？我身为族长，不得不为我楚氏一门的安危做长久打算呢。不过我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上山去和震天龙打交道，您觉得合适吗？我看这样，百德堂出钱，二叔公还是您出面和震天龙打交道。这个恐怕不好啊。有什么不好吗？说道理，这是你百德堂的事儿。照您的意思是说，这是我们百德堂的私事了？这我就不明白了。那各位叔公今天来，是来替土匪劝我上山的？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我们今天过门来，是因为这件事儿多少跟族里是有关系的。既然二叔公这么热心，那就跟我一起上山和土匪打交道吧，正好我也有个依靠啊。您说。老朽年迈，经不起山路的颠簸，还是在家等你消息吧。
既然二叔公身体不适，那就回家好好歇着吧。哼，那我告辞了。太叔，送客。太太为什么不上山赎美姐姐啊？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关心的事还这么多，我就问问。哎，咱们西亚人呐，琢磨不透主子的心，兴许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吧。这不，大伙儿都盼着老爷回来帮太太拿主意呢。这老爷在上海开私厂，每年呐，那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家里挣，这能耐大。老爷是个实业家。什么实业家？哦，就是干大事的人。那是啊。不知道你走了以后，我有多想你呢。老爷，您带我走吧，再在百度堂待下去，我会疯的。怎么总跟个孩子似的？这是说走就走的事吗？可是您以前说过要带我去上海，我天天想着您的话，想得我心里又甜又苦。再等等吧。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太太身边有什么事？老爷给我的差事，就是结识太太。嗯，我不喜欢你这么跟我说话。我有好几次看到菊给太太洗的衣服，上面有血。啊？怎么了？肚子又疼了？你的肚子怎么说疼就疼啊？他说我身子弱，我每个月喝吗都这么疼。他太说可能是药劲大，大概一点半天的，没有什么。来来来，躺好了，我给你揉揉。要办的事情记清楚了，记清楚了。把所有空着的房子全都锁起来。好。我把它做好。您还剩下两到三间吧。好。看看这屋。老爷，您在这儿啊？啊，我散散步，走累了，进屋歇会儿。哎，哎，你们这是？哦，太太吩咐，把空着的屋子都锁上，以免丫鬟下人乱跑乱窜的，招惹是非。我们看看屋里有没有人，怕把谁锁在里面。是啊，差点把我锁里面了。哎，喜子，有老爷在这儿，别再放肆。对不起，老爷。
阿泰，我还想再歇会儿，你跟他们到别处去查看吧。哦，老爷自便，阿泰放心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内院咱们不能进，太太小姐吃什么由丽丫头吩咐，咱们饭菜做好了，那小丫鬟们端进去。哎，那太叔管厨房的事儿吗？管，他是大管家，什么事儿都管。那他今年多大岁数啊？70来岁了，一辈子没娶媳妇儿，就在百德堂伺候主子。那他为什么不娶媳妇儿？我说你一个烧火丫头，怎么总打听太叔啊？哦，我随便问问。燕琪，还生气呢？燕琪，明天我陪你上山，你一个人去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你陪我一块儿去？是啊，在外人面前，我好歹也是百德堂的老爷，上山跟土匪谈判这种事情，我理应出面，责无旁贷。我看算了，明天啊，你还是陪着韵儿好好在家待着吧。如果你觉得不需要，我当然听你的。那就好，我心领了。啊，对了，私厂的事情，我现在跟你说说。我累了，等梅丫头的事情过去以后，咱们再商量吧。啊，那好，那你歇着吧，我先走了。嗯。李丫头，太叔，你们这些丫头都长大了，有心思了，可心思不能用错地方。李丫头，太叔再叮嘱你一句，不要乱跑乱窜，跑错了地方，可就出不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吴妈，吴妈，哎，呀，丽丫头啊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老爷不是回来了吗？晚上加两个老爷爱吃的菜，鳝鱼糊炒茭白啊。行。李丫头，太叔，太太怎么样了？太太累了，她刚睡下。哦，太叔啊，是我，让他进来。哎，好。您还是要上山呐？离不开梅丫头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从韵儿到丫鬟下人，都在眼睁睁地看着我，是不是真心救梅丫头？我不能让他们寒心呐。其三，在二叔公他们面前，我不能示弱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他们逼我，我不能不去。把这个都马上去啊！哎，你过来。把柴火都拿到厨房去。啊，老爷。老爷您好。老爷，
昨天厨房一下子少了三个人，我实在没办法。你是新来的？我叫江凤英，家住望泉村，家里的人都死了，流落到这儿。你读过书？没有，我就是个乡下人。乡下人也有读过书的呀。我家穷，没钱上私塾。对了，老爷，太太为什么不上山赎美姐姐啊？多嘴，这是你一个下人该问的吗？哎，没关系，关心人也是好事情啊。你放心吧，那丫头不会有事的。太太已经决定上山去赎人了。那就好。给太太问安。太太请安。喜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带上人走。是。其他人各归各位，勤勉用功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